用力嘅係用嗰度個力，管力，睇過嘅我打到，你今日。
一茶錢，滿嘅茶錢。
Thank you.
仲要佢哋咁複雜。呢個係麵粉，頭先啲麵粉係呢個，係咪啊？普通麵粉噶啦，普通麵粉，因為攞翻低筋麵粉，普通麵粉就低筋麵粉。即尋常咯，低筋麵粉嚟噶啦，其實都係。點解咧？我哋佢唔怕黐啊！嗱。薄薄的麵粉，係啊，薄薄十幾分鐘，好入，最後嘅好入。它會不會漲很多的？不然它會花起來，它要扣一下，它要整個花仔的空間。 OK， 好，先多分鐘，20分鐘可以吧？有個方法，九斤糖，湯羹啊，即係食湯羹啊。兩斤麵粉，兩斤鷹粟粉，一茶匙滿嘅發粉，係咁多嘢。嗯。首先將嗰個蛋白發到佢頭先你睇到咁樣發翻硬曬，要再冇發到啲嘅。跟住咧，將嗰個蛋黃同埋砂糖一齊又發到佢混曬，發到佢混曬之後咧，加多兩斤麵粉，加多兩斤鷹粟粉同埋嗰個發粉一齊撈到佢發，佢發到佢混曬，有 pop pop 佢，咁啊再將啲蛋白加入去，咁啊慢慢。唔係啊，三四日啊。慢慢撈勻佢，撈到佢全部滑曬。咁啊，嗰個盤咧，做蛋糕個盤咧，你就要擦牛油，擺啲麵粉，咁啊擺佢。個焗爐咧，首先咧焗定佢先，180°。如果你哋嗰啲焗爐屋企有上下火嘅咧，你嗰啲焗爐上下火嘅咧，你哋即係焗整個焗爐熱嗰陣咧，擺個焗爐嗰陣咧就擺上下火。但係擺個蛋糕嗰陣咧，淨係用下火焗蛋糕咧，永遠唔用上火嘅。上火會壓住個蛋糕唔起到嘅。哦，唔怪之都開，唔怪之我哋咁慳火。有焗爐咧，上邊底下都有嘅，係嘛？唔用。你首先你整熱個蛋糕個焗爐嗰陣咧，就擺上下火一齊。但係幾時擺個焗爐嚟擺個蛋糕嚟焗嗰陣咧，將嗰個淨係爆曬佢去下邊嘅火，因為喺上邊嘅火咧，佢整到個蛋糕起唔到嘅，壓住個蛋糕個蛋糕唔高。温度整低啲。個温度唔需要係180°。我開個180°。都一樣，冇問題。温度咧，你定咗嘅。唔開個爐骨，一開就開180°，全部開曬。係。咁幾時先至得啊？點知？你有啲咧，你大約10分鐘已經可以。有啲咧個燈會熄嘅，一到180°咧，有啲咧一到你個自動熄個燈咧指示，有啲冇個燈指示咧冇問題嘅，十分鐘已經差唔多。哦，即係佢自己180°會熄嘅。十分鐘。如果冇咧，就10分鐘咧咁咩啊？整佢跟住焗25分鐘，呢個蛋糕咧焗25分鐘。我生咗冷霜，隔離有下格係有嘅，所有焗爐有上下格嘅，你住啦。唔好話就咁揾個鍋反轉，你一定咧要揾塊毛巾或者抹口布嗰啲布嘅咧，
道整了，因為布呢它不會黏實的，現在你用碟或者用那些梯子呢，它會將你上面那塊黏了，黏了，布呢就不會黏到的。嗯，光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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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光好多人不知道就用一個這樣，因為出來啊全部那個面就出來了，他不是那個殘的，你審了一份發起曬嘅，因為個暴龍係唔係嘅。哦，咁點點？不過唔怕㗎，食得面。哦，食得啦。想唔想切咗？因為個暴龍。因為佢底下有少少係。平均啊，即係熟啦，切咗佢，或者你用番茄嘅嘢。唔係，食少少椒啦。Thank you.